全部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所有接驳工作下午都会完成。我应该要修正一下了，除了因为他的家属表示不愿意过来做这样的一个引路，还有过来做这样的一个关心的情况之外，其他的五位的家属都充分地表示了，他们已经谅解了。那他们也一再的表示说，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做这样的一个接驳动作？但是我们真的请检察官再三的坚定的跟他们说明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必要的程序。必要的程序就是把所有可以留下来的东西，把它合理的留下来，有科学依据的留下来，让日后我们把这个真相向社会大众说明的时候，可以有理有据，不是我们单靠我们自己臆测，单靠我们自己单推测，好不好？